Thank you.
酒吧门口就下来了，对吧？七十六，酒吧门口。
漂亮吗？这是漂亮吗？
人家同志节不是整只头请，整只头送。整只头能摆到十里啊？啊有。多少辰光，侬只要卡子熟练，能够疏通就好了，是干啥？对呀。董书记，我最近嘛，一家头一样吃不下去。老早呢，我一家头两三个头吃饱，一只号我年纪轻的辰光就一只头吃饱，现在辰光做饭都好。香味的几只味，还有个猪肉丝哦，这个很奇怪，猪肉呢，做台阶嘛，有个猪肉啊，啥么子的，肉啊，啥么子，你我又弄了烤鸭皮，不吃那个，它本身就放营养里面了。去年的东西，吃不到，不知道我那天就不想吃了，做台阶，这香味的是做台阶。这个人呢，虽然也是偏门出身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很正的，德行上。红灯，现在新城过。这个是年轻的，谁没年轻过？对吧？谁没年轻过？但是我能提出一点，这个人我不说他的个性。好，好，好，而且。而且很好。
这没错的。
Thank you.
我现在呢，我晃晃的东西我在夜晚上
就爱放